接下来的节目就是由芬贝尔教材中所编选的帕海贝尔卡门组曲。帕海贝尔是德国著名巴洛克时期作曲家，听说巴哈的哥哥也在他的门下学习过。本节目呢是以芬贝尔教材中所附录的 CD 方式来编制，由我们指导老师团队来编辑要，主要是以电子键盘乐器将它们变制成各种音色，也有大提琴、小提琴，还有风铃、三角铁的表演。小朋友打击风铃、三角铁呢，需要对音乐的敏锐度极高，才能够站在这边表演。等一下，请多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